小叶今天带大家来尖石玩，尖石这边有一个纳罗部落，纳罗部落这边里面有一个纳罗湾休闲农业区。那这个休闲农业区早期都是种很多的香草，像比较知名的薰衣草啊、茶树啊这种香草类的植物比较多。那这两年他们改那个香草的耕作种类，把它改成了金盏花。那这今年就是金盏花开得特别的茂盛，所以他们也出了一个叫山里花见的活动来吸引大家来这边玩。那我们也是看到很多网美就是来这个山里花店跟一大片金黄色金盏花田拍照之后，决定上来看看这个漂亮的金盏花田。那这个金盏花田，我们看粉丝团的介绍是它好像开放只有每周的三五日，所以要上园区的话先预约。那他会跟你说路程怎么走，因为它其实从内湾这边上来有点难度啦，就是如果你没有注意看指示标的话，他们没有先跟你说怎么走，可能你会走过头或者是会找不到。好，那我们跟粉丝团这边联络预约之后，我们上来这边，他有跟我们说先到这个320小吃部购买门票。那门票的部分他会附赠那个采花的袋子，等一下会让大家看一下那个采花的袋子。那买完门票之后，我们就准备上到那个金盏花田的部分。那我们刚刚其实已经有先开上山去看一下这个金盏花田，真的很美，就是一整片金黄色的金盏花，非常期待等一下就是拍摄给大家看。那我们先来买票吧。那我们先来三乐风味小铺这边，那这边平常就是一个可以吃饭的地方。这边看到当季的金盏花，超漂亮的。然后我们准备去买票，那边有个阿姨。这边可以买票，那我们刚刚其实已经有买了一个人的门票，还有附这个采花的袋子，采花的麻袋，可以把金盏花买完之后装进去，然后带回家泡茶。然后看一下这个，这是价目表，然后一个人是250，然后进去可以做金盏花的采花。对，阿姨这边有跟我们讲说，就是如果超过两个人啊，然后每位游客就是加收125元，然后12岁以下可以免费入园。啊，这个是当目前就是出来的茶树，250块一瓶，对，250块一瓶、可以用来镇静。金盏花卖光了，对，谢谢阿姨，没你，谢谢，拜拜。好，那我们买完门票，我们准备到这个园区的部分。那这个金盏花田，我们刚上去，它其实是在这个后山的部分。好，然后这边其实也有，如果你们在这个三乐岭的部分呢、也可以先上个厕所，这边都有提供公用厕所。好，我们准备上山喽。纳罗这边早期其实也是种植很多香草的农业园区，然后前两年才开始把相关的香草转植为金盏花的项目。哇，让大家看一下超美的金盏花田，满满的金盏花，哇，超美的，人没有很多，右边那边也还有，我们等一下下去那边拍照。我们的右手边这边转过来，下面有一区很大区的金盏花田，拍照非常非常梦幻。然
后这个是种植的两个主人他们的作品。我们现在已经进来到这个金盏花田的部分，可以看到后面非常非常漂亮，一片金黄色的金盏花田。这边的片地不算是很广，可是以这个田地的范围来讲，其实它也是不小，拍照起来也是非常非常漂亮。然后来到这里之后，你可以拿出刚我们在楼下买的那个下面买的这个就是采花的袋子，然后我们可以自己在这边拍照采花，然后把这个袋子装满，我们就可以拿回去做纪念。OK， 你可以看到这边其实因为比较山上一点，在坚持在往上走，所以今天来讲我们是4月2号来，虽然是连假第一天，但是人没有非常多，整体上来讲品质还不错。那因为花的部分它都有花季，所以它不会是一直持续就是像这样子的采收的状况。那你们如果要来的话，可能要把握四月初的这段时间。那它在连假的期间呢、都有规划很多 DIY 的活动，如果你们有机会上来的话，可以先到官网上预约相关的手作活动，那你们就可以把握就是每天固定的名额，可以带一些金盏花的手作的作品回家。那我们现在要准备去采花咯。你可以看到这边金盏花都很完整，然后有的金盏花它就是中间是咖啡色的，那有的就是中间是黄色，那这边都可以让你免费的采收，然后整片都是金盏花田。这边可以采花哦。这是我们采的金盏花，超漂亮的，可以采满满的一袋袋回家，然后晒一晒泡茶来喝，然后或者是拿回家当摆饰，都很美。Hello， 我们现在已经采的差不多了，对，除了我这手上的一束以外，其实我们还采了一大包。那我们在这边大概待了两三个小时左右，采的花其实差不多巡一遍，因为人越来越多的关系啊，比较大朵的花其实都采的差不多了，剩下也可能就会比较小一点。那这边的话，就是你看那个开的园区范围不同，它的花种可能种类也不同，有渐层的啊，然后有小雏菊等等的，那你们都可以有时间把握四月初的时间来这里看看这个花期，然后带着全家大小一起来这种深山里面来纳罗这边呼吸新鲜的空气。那今天就是这个限时的金盏花田景点就推荐给你们了。那如果你们喜欢我的推荐，请帮我按赞分享加订阅，我会持续帮大家推荐好玩的景点哦。拜拜。